好，翻嚟咁啊，第五節啊，啊呢一首歌應該一個1986、1987年啦，《千個太陽》。我記得咧，我老友生果哥咧，以前有個女朋友，哇，真係好靚。呢個係生果哥咁多女朋友最靚嗰個，即係當然除咗老婆之外啦，嚇、啊。有一次佢就嗰陣時仲係興嗰啲，即係出邊有個琴嗰度彈咧，咁啊佢啊同埋佢個 friend 就一齊上台，就上呢個《千個太陽》。咁啊，生果哥當然引頸以待啦，話屌人靚聲甜，梗係唱歌會好好啦。點知原來咧，即係你好難想像一個咁靚、咁高貴嘅女人啊，嘅女少女啦。哇！屌你咁技男嚟嘅，仆街，即係技安個妹嚟嘅。屌你老味，真係五音不全，即係聲底嗰啲唔好講啦。哇！氣又唔夠，拍子又甩曬嘅嚇。咁啊，所以我對呢首歌咧都好有印象嘅。咁當然呢首係好歌啦，當然都係。十大金曲嗰啲嚟噶入到嘅，喺你諗下又唔係偶像嗰個年代係張國榮彈嘅《龍門宴坊》嘅時代喎，然後喺佢哋呢一啲即係叫老一派嘅歌手入邊咧，咁直歌嘅當然有啱撞下 hit 啦。好啦，上個禮拜清明，咁啊即係好多人去拜山啦。咁我其實星期六嗰日咧，我有個老友上嚟咧，即係佢又順便去啊寶福山，跟住翻翻嚟咧，再上嚟我啊 studio 去，我話多唔多人？佢話我冇乜人喎，我咁快。啊、通常佢前後一個禮拜都仲係多人噶嘛、啊、因為我都未拜啊，正日我就費事人逼啦。咁啊，但係咧就啊，爭嘴嗰度啊，輪幾個鐘頭啦，話即係暫時咁啊，可能遲啲會好啲啦。咁啊，大陸啊得意啦，我睇見啲新聞，咁啊，本地媒體就少講噶啦。咁啊啊，前總理李克強嘅故居咧，有好多人去獻花。話據網上面嘅資料啊。在兩日入邊咧，唔夠咧，係有300萬人去獻花，我好難想像。我都覺得，我覺得咧，即係你哋去寫，即係譬如你哋唔中意，即係想吹一啲，即係啊不利中國，即係共產黨嘅消息。喂，大佬，你300萬咧，你300萬我都即係都仲可以信下啦。300萬喎。唔好話300萬，300喺現場就咩啊？都似樣啊，都係啊，係嘛？300萬喎、啊，係咯，300好撚多啦，仆街！大佬咁細個地方，咪係咯。咁啊，除咗故居之外咧，咁啊，據講咧，啊喺遼寧啊沈陽嘅中山公園嘅中山塑像面前啦，咁一定有嘅，即係你話有人擺下花啲，實有幾扎嘅嚇。咁啊啊！河南啦，河南又有喎、哦，又有人去悼念呢個李克強喎、哦。咁點解咧？因為其實啊、李克強做過河南省省長嘅，啊，咁啊有啲人係咪想？你話有啲人去啊紀念啊總理，咁我覺得一啲都唔奇嘅，係嘛？你話係背後係咩意思？咁大家自己去演繹啦，啊，因為李克強老實講，佢做過乜嘢，我都唔係好覺。佢又做過啲咩啊？嚇、啊！即係我又唔係好覺咁，但係喺而家呢個時候，有啲人啊去悼念佢，咁係啊方方面面，我又用翻嗰啲咁嘅語言啊，都係唔值得奇怪嘅。但係你話係咪300萬人咧？如果有300萬啊，今日就會咁戇鳩。所以我就話咧，好多時有啲 KOL 咧。真係大家要好小心咁睇嘅。仲要去 Twitter 擺兩張相，同佢啲舊相嚟啊！嗰時以前跟住吹。所以話呢啲嘢咧，我想講我都唔係講緊呢啲啊，唔係話邊個係做乜嘢，大家咧真係要好小心嘅。小心在咩咧？啊，可能你因為喺咁嘅情況底下啦，吹到咁，可能原來真係有100萬嘅喎，100萬係好犀利㗎。係啊。當你舉白紙啊，舉咁多片啊，嗰啲又堅。喂啦，嗱幾十萬好犀利嘅，但係當你講到100萬咧，就會令到我哋呢啲人連嗰幾即係連本來可以有嗰100萬啊，都會覺得誒不值一信。只要夠話咩咯，疫情死死億人咯。係啦，所以咧嗱呢啲咧，我想講未必一定係，即係大家要諗清楚，未必一定係親家放出嚟噶，呢啲可以係佢哋自己放出嚟噶。咁樣去 fit 你啊，真係 fit 你啊！老實講，有30000人啊，因為而家嗰啲你唔好話咩啦，你啲啊一剎那嘅抖音，一剎那嘅微信，一剎那嘅 X 啊，實有㗎，實有㗎喎、啊，
係嘛？冇咯，冇咯，哦，好啦。另外嗱，呢度咧有數字睇，我就真係純粹演繹嘅啫。嗱，根據光傳媒報導，香港股市疲弱，首次上市股票 IPO 乾塘，咁唔使報導，我哋都知道。嗱，最緊要就係依靠佣金為生嘅證券商咧，究竟係咩情形呢？嗱，今年咧頭三個月入邊，即係香港有十間證券商就停止營業，六間暫停營業，即係十六間。呢、這個數目咧就係2023年全年43間嘅37%，上年有43間。今年三個月就16間，如果你咁計咧，即係半年就32間，一年就64間，就比上年咧嗰43間咧多過50%。咁當然啦，可能發展落一間都冇，好市都唔定。咁啊睇多幾年啦，原來2012年至到2014年咧，嗱講十幾年前啦，2012至2014年咧，三年入邊係得10間。證券商冇做嘅啫，即係每年係3間。2008至2018年咧，啊，就每年咧，即係除咗2012至2014啊，2008至2011啦，2015至2018啦，每年都得幾間個位數停辦嘅啫。咁但係由2019年開始咧，就不斷上升，去到2022年咧，有60間。證券商停辦，2023年咧就43間，咁今年係幾多咧？係嘛？好啦，問題咧，咁啊冇得炒，或者啲人買外邊股，或者唔經證券行用 Apps 咪收工？啊、嗯，啲錢去咗邊咧？咁就唔代表呢啲證券商冇得做嚇、啊，就一定代表啲錢係跟係呢度，因為另外一段新聞嚟嘅而家。原來咧，日本咧由2022年嘅年底到而家呢年幾一年零三個月咧，股市上升咗52%。喺舊年咧，流入日本股市嘅外國資金咧，創咗10年嘅新高。第一位嘅資金去日本，你估係邊個？正常我哋諗美國啦，唔係，係英國。嗱、哦，我哋睇埋第二位先。第二位去日本嘅資金咧？喺香港，咁你就諗到啦。嗱，如果我哋就咁睇英國，我哋係唔覺得冇可能英國會係第一位嘅喎。如果第二位香港，咁你諗到啦，係移咗英嘅港人有好大部分嘅資金都去咗日本。一講第二樣嘢唔叻，而家講呢啲嘢，香港人真係好叻噶嘛，係嘛？即係好似我哋老友阿紫薇 Dutton 咁樣，佢你哋個個 high 啊，人哋啊，啊啲強積金啊，舊年賺咗40幾%啊，前年有40%，係咁樣嚟上嘅強積，即係嗰啲強積金啫喎，啊，點解你會 high 啊？因為人哋嗰揀嗰間強積金供應商有日本股票買咯，即係日本基金買咯，啊，喂，香港啲錢無撚端端谷撚起咗，屌你英國嗰個樓市，而家啲錢去撚埋日本。你香港戇鳩鳩，唔知抌乜嘢，人哋話你兩句，又喺度屌你別有用心呢樣嗰樣，喂實事求是啦。40000點啊！喂，你睇呢個航空運同我海運先啦。屌我淨係睇第二啲我都唔講啊，淨係睇我啲醋啊，每一次嚟啊越嚟越立，喂條航道都分鐘改變埋。OK， 好啦，我哋賣下廣告先，唔好講咁多。嗱，各位網友，好耐未試過有咁平價咁抵食啦。但係得翻好似10多板嘅啫，即係手快有就手慢冇。嗱，今個禮拜六嚟到我哋啤梨頻道嘅直馬粉海膽直板嘅250g $399，真係平到冇人有㗎啦。OK， 咁啊，你哋而家即刻 WhatsApp 84811079。如果啊、排唔到嗰啲咧，我哋會回分俾你嘅，因為你哋冇得逐個問，喂有冇啊有冇啊？即刻 WhatsApp 嚟84811079250g。唔好講餐廳，出邊更平嘅，我諗都要買4、5嚿水、5、6嚿水啦。食過我啲海膽就知道啦，出邊有好多亂牌嘅，甚至乎直牌都好，佢都未必用到嗰個硅咁高啊。我哋通常都真係我哋全部都係即係啊，我又唔覺得話 AAA 啦，起碼 OK。好啦，再去下一張，399
嗱，燕窩，我哋上個禮拜咧，真係好多人向預啊，因為我得翻嗰廿零罐喺度，咁啊上燕食過之後嘛，嗱，大家想一定有得食咧，訂貨啊，238蚊一盎，如果訂嘅六盎就每盎238，如果你唔訂貨咧，就星期六早啲嚟，通常我點都會 spare 啲喺度嘅，呢、這個燕窩就真係冇得頂噶啦 ，OK， 咁啊含燕量係90%，嗱，我唔好講人哋，但我所知道咧。一般咧，出邊而家賣緊嗰啲燕窩，你食幾百蚊啊，1000蚊啊，含燕量係20% 都唔夠嘅，好嘛？再去，好啦，啊鳳尾翅啦，咁啊有1斤2兩定1斤半啊，足足嘅鳳尾翅啊，4至6人份啦，咁係699蚊，原價398啊，咁我哋都冇話賣過正價啦，由過年之後到而家，咁啊中意食翅嘅朋友咧，咁啊當然腩湯好正啦。上個禮拜我哋試完我哋嘅新嘢，但我都未必出嘅。就係牛奶燉花膠啊，唔係燕窩，哇，好好食，但係咧真係太平啊，啊咁幾廿蚊嘢做咁多嘢點算呢 o、okay? k 好啦，咁啊呢個係啊鳳尾翅699，好再去，好啦，我哋嘅馬卡咖啡啦，啊呢、這個其實我嚟揀嗰個圖啊，無端端就出咗呢、這個，唔係幾好意思啊，聽日教教佢先。咁啊東格阿里啦，人心啦，東格阿里印度人心。羅麗果同埋馬卡秘魯馬卡，最緊要就係好飲。我哋咧由開頭話我奶諗住奶嘢，一日買得3幾包，到到而家咧日日買1兩箱，因為啲人翻轉頭買啊！哇，佢哋個個好中意飲喎嚇，係咪會精神？係咪會強肌強體能？我唔知，只不過泡沫嗰度咧就有幅相有條女有條仔，好撚 romantic。其實我咧就都係唔中意嘅，我話你整個 mandem 啲啦。咁但係個 designer， 唉、哎、咁我話曬人哋 designer， 咁咪由佢啦。OK。即係佢最 romantic 啲女仔，即係女仔嘅。OK， 下一張。好啦，嗱，好耐冇介紹過呢啲光樹嘅豆瓶彩啦，終於翻貨啦，斷咗貨半年。OK， 嗱呢一隻咧就係沙羅啦，啊雙樹個 friend 光樹。咁呢一隻咧豆瓶彩意思係逐滴逐滴咁樣滴落嚟。咁你話諗下幾耐先滴一樽啦？咁亦都係日本領事愛嚟招呼外國貴賓。嘅指定日本清酒嚇，咁、啊、啲光樹468蚊上嚟買有貨啦，翻貨嘅啫。好，再去啊，益生元唔特別介紹啦，399蚊一盒，588蚊兩盒，買8盒就送一盒，即係咧你588蚊乘4，即係幾多錢啊？我都唔知啦，就有9盒攞走，而因為你 over 1500蚊，再有9折，其實我哋維過係223蚊，出邊係399啊，咁亦都係。啊！即係食菌就好過養菌啦，係嘛？啊，養菌好過食菌啦。即係我哋食個益生元落去，益生元製造個好嘅腸道環境，佢係主要係益生菌嘅食物嚟嘅。如果唔係嘅，你益生菌落咗去，你都死撚咗，冇嘢食啊嘛，咁冇用啦。啊，你啲器官唔能夠啊，即係運作得好，咁你咪有病咯。好，再去啊，卵殼膜咁啊，老人家或者愛靚嘅女士們，男士都係啊。咁其實都係我哋必食嘅，呢個係我哋嘅 number two 定 number three 我都冇計啦。總言之，我哋係三樣啦：檸檬薑蒜、檸檬醋啦、啊靈芝包子同埋卵殼膜，就係我哋嘅必殺技啦。咁啊，599蚊一樽，買夠6樽咧就每樽529蚊。OK， 好再去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嘅醋到咗啦，我真係好對唔住大家，我星期六到貨，但係睇個款咧，現貨可以捱到1兩日嘅啫。我真係唔知點解我每一次咁樣訂貨，因為訂到好離譜，咁唔可能有個位擺得曬。但係咧，佢只要稍微遲啲，就係咁嘅情形啦。我已經即刻而家落咗貨，係嚟希望佢即刻嚟到，因為其實我係好唔中意訂貨嘅。訂貨我哋要屌寫低你個名啊，又通知你，好撚煩。你上嚟有現貨啊，最好啦。我實賣到嘅 ，OK。我哋嘅醋薑蒜檸檬蘋果醋，咁當然我仲有就紅護醋啦。呢兩嘅醋咧。都係我認為真係你哋一定要飲嘅。咁啊，就我做完我賣完廣告，我先講我哋嘅大計啦。好下一張，嗰個木精眼藥水啦。嗱，我唔肯定，但係似乎咧啲盒都到咗啦。我唔知佢幾時加價，大家留意下580到780。當然一定有個 grace 有個緩衝期嘅，唔會突然間聽日加價嘅。我一定會同大家講嘅。咁但係大家滴過就知道個效果啦。OK， 咁啊除了青光眼的朋友呢，或者你甚至乎沒什麼眼疾都好，我覺得如果你是牙科倒的話，一個月滴一支用來保養呢都非常重要，因為眼底病出了就出了，沒辦法的。好，再去。好了，這隻是我們的新東西，這隻是日本的睡眠寶，
咁啊，日文就呢個叫瓦庫朵，瓦庫朵啊，啊嗱呢一隻啊睡眠寶咧，佢唔係安眠藥啦，佢唔使醫生處方嘅，因為有乳鐵蛋白啊，就改善到腸道功能啦，係嘛？咁啊亦都有個功能就係幫助你調節體內嘅時鐘喎，啊咁啊，而且咧瞓完之後第二朝咧冇咁有陣時有啲人瞓完都好啦，好攰啦，疲倦感好強，佢唔會嘅嚇。咁啊。因為佢唔係用一啲出邊嗰啲安眠藥咧，其實係透過鎮靜神經系統令到你瞓噶嘛。佢咧係調節你個睡眠節奏。嗱呢樣嘢都幾難解釋嘅，調節你個睡眠節奏啊，亦都同一時間係營養補充劑。嗱、每次咧，每日咧食六粒 ，OK， 180粒裝一樽咧就食一個月，我就冇呢個問題嘅。阿正有冇失眠嘅問題啊？我冇呢個問題嘅，我瞓得落床咧，可能有嘅，一年一兩次咯。但係都係難瞓，即係難瞓啲，都係去到四五點都應該瞓到嘅，嚇、啊、一年一兩次咯，嚇、啊、咁就但係有啲長期失眠真係好痛苦，498蚊啊，特價 ，OK， 好啦，翻返嚟，咁各位睇住我，我聽日咧我會帶埋個榜嚟，我會上榜，喺觀眾面前，我。大家看住奇蹟在我身上發生，為什麼呢？我除了會調節我飲食之外，我也會做運動、啊、因為我要減肥。我不知道，我想我現在200磅左右，我想我現在我的目標是160磅，40磅。哇，這麼瘦？160磅不是很瘦、啊、很瘦、啊、不過你認識我的時候，我男生都170多磅，那時候都瘦了。160磅太瘦了。是啊，看看怎樣先、啊咁但係我睇點樣練啦，因為咧嗱，各位大家督促住我，如果加入見到我，最多請我食煙。咁當然嘢食我唔係好介意，我點都食一餐嘅，我日日點都要食一餐，即係唔食嘢好悶噶嘛個人係嘛？但係要食啱嘢。點解有呢、這、一個目標？其實除咗喂輕盈啲之外咧，練個強健嘅體魄。OK， 我上個年去到check body check， 我已經覺得好撚離譜啦！我除咗三支金油有啲咁多高，有啲咁多高，我所有指數係正常，係唔可能嘅。你睇我啲眼圈，屌又肥又腫又水腫，點可能呢？但係既然係咁，我就要挑戰不可能嘅可能。屌你老尾閪啊！而且我覺得我不會反彈今次、啊、因為我會運動嘛，最重要。其實有運動就很難肥嘅，我覺得。咁當然你去到我啲年紀，你不能夠太瘦啦，太瘦就冇乜運行啦。但係咧，大家睇住，如果我成功嘅話，不過我諗我一定會成功咯、啊。只要你哋繼續鼓勵我、啊、因為點解咧？我成功嘅話咧，我呢個產品就會出爐。如果我啤你能夠減到40-50磅，會飛。不要太快啦，兩個月咯，三個月啦。如果我得，大家都得，大家就要買呢個產品，好改善你嘅體質，即係唔係減肥喎？減肥係好 minor， 係改善你嘅體質，同疾病 say goodbye。哇，係都要買咁樣，同疾病 say goodbye。而我如果呢件嘢得嘅話，可能我同阿正會好快，阿正就未必啦，就會同大家離別啦。因為咧，我覺得咧，呢、這個就係我哋嘅最後機會啦。我一生人就係講緊三樣產品啊嘛，美白、增高、減肥，或者你覺得增高都唔得嘅，其實增高得嘅，美白、減肥、壯陽，呢三樣嘢其實你一得就你就掂撚啦，掂撚曬，係嘛？而呢個都係唔係重點啊？重點係身體好啊！我由幾時開始呢？其實我就應該聽日開始嘅，但我仲想擺多一兩日先，因為點解呢？因為你始終係為啲辛苦噶嘛，係嘛？屌你老尾，各位網友，我今次咧唔係就咁話瘦咗身算數嘅，我開始我會操翻一啲，又唔係肌肉，因為我覺得肌肉人好撚核突嘅，好似係大隻同埋大隻奪嗰啲咁樣。冇人啦。OK， 我唔得啊，而且我咁瘦，我真係我唔係我呢啲位好細啊。
粒咗嘅。我由細到大咧，喂，我掌上壓最叻嗰陣時都係做廿零下，我做廿零下嗰陣時幾多磅啊？130幾磅我咪做到咯。如果而家咪做60下頂籠咁撚重係嘛？所以各位大家睇住我，人生一定有希望嘅。如果我咁樣都減到肥，你驚我哋香港終於冇民主咩？一樣有啊嘛，係嘛？休息一陣。